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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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我们今天呢是9月4号。也是一个新学期来听闻学修这个佛法，特别是净土法门的一个新的开端吧。在此之前呢，我们把无量寿经已经讲了15讲，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从第16讲也就是接着上个学期的讲起。但是在此之间呢，我们差不多也有，我看也将近2个月啊。可能大家有的在北京，有的也中途去过五台山去共修了啊。将近有2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在咱们福慧慈园特别是在福慧慈园这个会场里面在一块儿学修啊。虽然在此中间呢，我们也去五台山，也去磕头有的也去共修，或者在座的有的也在各自的这个圆法里面也做了一些精进这些勇猛的一些修法吧但是我越来也是自己的心力中越来越感觉到这个佛法确实是不能够离开虽然我们说文思修文思修，但是在修的过程中也不能够离开文思否则你很可能要么就慢慢就干巴了，要么就随自己的意愿就这样走了各种之见就出来了。特别是如果你在修上面稍微还有一些精进那么出来一些自己为是的境界也罢，状况也罢，你很快就随着他流走，这个正之见就到不了尽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我越来越觉得文法呢太珍贵太难得和绝对的必要。你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说是有文有思有修但是呢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包括我自己也扪心如果我们仔细的反观一下，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文思特别是修养根本就没上来因为一件事情在我们生活的过程中，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到底它占的比额，它的重要性有多重，我们自己不要问其他人，自己看看当下就可以了解得到。包括你坐在这个法会现场，你都能把心揪过来几分，你的劲儿能使上几处都不一定我再再的给大家讲，到时候只要有时候我们一入到这个法会，那么我们至少有个观法，就是那边的西方三圣清净海通跟我们这里是直通同在但是不晓得有时候能使得清净清你看我们现在说实在的，这次出去也参学一番吧，有好多见闻大家都说在学佛都在修法，但是这个佛跟法到底在他心中占了多重要也不一定呢。你想想在你的精力里边你占了多少，在你的财力里边你占了多少，在你的寿命力里边你占了多少寿命力就是你的时间嘛。我们现在到底占了多少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觉得讲法是非常值得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把所有的生命精力都依托在上面所以回过我现在确实也是回想当初的出发心，说只要有劲儿讲有人听这个
有时间啊，只要这三有就去啊。现在呢，大部分的主线里边还是算一直这么进行下来的啊，所以是大家来能够一直听也是非常难得啊。我们刚才讲了精力财力寿力上，你能使得上几分啊？像我这次有在这个法务流通处也看到好多的这个见闻啊，在这个庙里边也发，在这个五台山的这个街道上也发啊。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说，哎呀，在生活中这吃住或者说买个开的车就不说了啊，你吃一顿饭你得花多少钱啊？我看到一个吃饭他花了好多钱，又买了什么居士佛，怎么满载而归？后来啊，善知识让他请个佛像，他舍不得啊，问来问去，问的越来越小，这个质量越来越次，最后就弄了一个玻璃缸的，就这么小小的，就算完事啊，就算善知识给善知识一个回报。哎呀，我在旁边看着，我说，当然我们说，如果你能力在，或者能力没有，不是说佛像与这个品质啊，像它材质或者什么来论高低的，心情等是一样的啊。但是你能力在，你其他的花了那么多，占了你今天消费了那么多，请佛像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啊。从这里可以看到啊，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法宝，就比如说这些经书、这些大德的开示、修行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根本传记，这都是策划我们来往道上修、往道上会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可否认的说，机缘机会根本舍不得花钱啊，一觉得花钱就不对劲儿啊。在海外其实很多的法宝呢，动不动就好几百好几百啊，他买来了以后请过来，他觉得哎这样才觉得应重，完了以后还辗转相继啊，这些都属于我们在法上到底用了多少功夫啊，这也是因果相续、功不唐捐的啊。这是今天说到这个新开学了啊，也我们共同再共勉一下，希望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啊有限的人生依托在法上来啊。特别是再给大家讲一遍，真的是我们现在一步一步这样讲经，几乎是非常稀有难啊。我不知道你们的视野中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啊，并不是说本人或者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会场说咱们就怎么用功，我就讲得多么好啊。可是你看到现在的时节因缘，有时候这种时节因缘共业所招是不可为的。大型的聚会，大家的时间也就三两天啊，伴随着可能还有道场里面的开光呀，或者其他的法会，乃至这个学术研讨一下，剩下真正的讲法呢，能够有一早上两个小时，一个大德法师来这儿讲一个主题就不错啊。业余时间你说我们哪里去听法去啊？说是现在网络或者怎么发达，可是真正的现场这种共学修是不可替代的，这个是永远不可替代啊。就跟我们花钱好像说现成的吃点快餐买顿饭，那只是为了马上肚子填饱啊。但是你用心的今天做一张斋饭供养，这个从始到终最后端上桌子，那功德不一样，觉受不一样啊，因为毕竟有差别性。所以现在你看整部整部的讲，我们说实在的，我们在这里讲，大家能够来听，我们要引以为豪啊。而且每一部经典随着我们也不知道缘法到哪里，也不知道什么讲到什么时候，但是要记住每一部经典，这一部讲过去了就讲过去了，不可能修古大德祖师爷们那会儿的因缘福报，一部经典完全按在那儿两百部三百部讲，能讲一部都已经算，都现在都不知道能不能把净土五经一论能够讲完啊。虽然你看我们已经讲了，这从弥陀经、观经，现在讲到无量寿经啊，圆通章也讲过，这个不敢打保票啊。特别是这种时节因缘，现在你想这部经典
现在进行到一半，能不能讲完都不敢把握，无常啊。所以请大家格外珍惜。我们今天开始呢，还是无量寿经宣开法本啊，到66页啊，请大家宣开法本到66页啊。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到说其所不知如大海水。今天我们贯经呢，从右起国土，我们先读一段，读到67页的最后一句啊。这一段经文呢非常有意思啊，要是读起来就是跟那个小孩读这个三字四字经一样，而且里面的内容不断的重复来回绕啊。我那会儿读的时候还说，哎，为什么说情人不是好解吗？你看罗什大师或者玄奘法师那会儿翻译出一句亦复如是就过了，这里面后边这么一大块儿就是这些宝贝啊，这个为根，那个为枝，这个为华，那个为果啊。待会儿我慢慢就知道这里面有微妙的殊胜功德啊和用意。好，大家找到了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右其国土七宝诸树周满世界，金树、银树、琉璃树、玻璃树、珊瑚树、玛瑙树、砗磲之树，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或有金树银叶华国，或有银树金叶华国，或有琉璃树玻璃为叶华果亦然，或水晶树琉璃为叶华果亦然，或珊瑚树玛瑙为叶华果亦然，或玛瑙树琉璃为叶华果亦然，或砗磲树众宝为叶华果亦然，或有宝树紫金为本，白银为金，琉璃为枝，水晶为条，珊瑚为叶，玛瑙为华，砗磲为石，或有宝树白银为本，琉璃为金，水晶为枝，珊瑚为条，玛瑙为叶，砗磲为华，紫金为石，或有宝树琉璃为本，水晶为金，珊瑚为枝，玛瑙为条，砗磲为叶，紫金为华，白银为石，或有宝树水晶为本，珊瑚为金，玛瑙为枝，砗磲为条，紫金为叶，白银为华，琉璃为石，或有宝树珊瑚为本，玛瑙为金，砗磲为枝，紫金为条，白银为叶，琉璃为华，水晶为石，或有宝树玛瑙为本，砗磲为金，紫金为枝，白银为条，琉璃为叶，水晶为华，珊瑚为石，或有宝树砗磲为本，紫金为金，白银为枝，琉璃为条，水晶为叶，珊瑚为华，玛瑙为石，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华华相顺，时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十八，初五音声，微妙工商，自然相合。好，在前面给大家一直讲的时候呢，我们再回顾一下无量寿经的一个脉络啊。脉络很简单，就是一个法藏比丘，一个出家人，最后怎么成佛的？所有的力量统统死的就是发了48愿啊。发了48愿以后呢，用他的这个修行啊，不断的来思维设计修行，最后终于成佛了啊。所以在整个法界来讲，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不断的有人在成佛，特别是在极乐世界啊。但是我们就成不了啊，还在凡夫的一辈子中，这几年里边，今天明天一周一周的在这听法大乘啊。那么成佛以后，他所有度化众生所依托的还是这个愿力。现在我们讲的是什么？讲极乐世的情形，就是人家的愿力已经兑现，变成真实的世界，并且向十方辐射接引众生。我们这个国土里面作为被接引的可能性的一部分众生之一，正在学习和向那儿发展，能明白吗？
这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活着的意义，当下活着的意义。所以这里开始讲到，前面是讲的什么呢？你看一条愿里边说，一切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其中更具体的就是说什么道场里面的树无量光色呀等等，这些都是讲的什么呀？正报。前面我们大部分讲的是正报的慎重，你看说树也数不着呀，啊，都是这么大的大菩萨呀，啊，乃至寿命无量呀等等。这里开始讲什么呀？依报国土啊。这里讲到的就第一个，大家知道一个什么概念，他要告诉我们七宝树周满世界。前面讲的正报就那么多的菩萨天人，数量是功德无边。这里讲到的话，在所有的世界存在中，人家的物质全是以七宝为主要元素相结合而成世界啊。说白了，人家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子啊，既不存在污染，也不存在毁坏啊。再一个表法是什么呢？就等于说，你看这里七宝诸树周满，大家要记住这个词儿，什么周满表的什么法？周遍圆满，就是一大极乐世界，唯以三宝为国土的根本住址。前面的无量寿佛是佛宝啊，清净海寿无量无边是僧宝，这里开始讲法宝。大家看到这个圣法周遍，就是用这个七宝来表达啊。我们这里讲到说，这个宝树周满世界，就是为以七宝为根本的材质。大家看啊，有的你看七宝，我们在此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啊，在弥陀经里面也讲，特别是这里有一个琉璃，我们都知道玻璃其实就是水晶，不是咱们现在这个制造是有机玻璃，就以前叫水玉，有时候也叫水晶，就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水晶，那会儿叫玻璃啊。这其他的几个呢，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指的七宝。那为什么这里有的是你看一宝所成，七宝诸树周满世界，这就是什么？说这些树有的就只以金树银树一宝所成，这是说明什么呢？表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大家记住啊，每个人的佛性现前我们都有，能够出生一切功德善。就当我们学佛来讲，为什么我们本来具足的贪嗔痴一天那么过日子，自打皈依佛，我们学佛以后一个急转弯就开始修学善法，虽然不圆满啊，虽然有时候也进进退退，但是我们的心是向善的。皈依那会儿就给大家说了啊，我们的心是向什么？向解脱清净的，这也是我们自信清净性出生的一切善法。包括我们看到今天有人供这个花啊，两边这个竹子树也是我们自信清净性所显的功德。大家不要忘了，在地狱里面的众生就显不出来人道的这种功德啊。所以说一宝所成表的就是自信清净啊。那么有的是二宝乃至三宝啊，四宝五宝七宝，这表示什么呢？一切善法功德都是我们本具离心所开发出来。一宝跟七宝怎么样？大家看到下面有一个转供合掌啊，所以这些词儿呢是非常微妙的。有时候我们这一听呢，就是可能也就是哎呀，这大概就是金银揉在一块儿吧。啊，如果我再在的讲，到了故宫里边，你见过那些摆件，那不是里面就是有什么小玉碴子，上面再绑点珊瑚，再弄几个翡翠片，大概就以为是那样，不是。那个呢，虽然也是宝物，但是没有生机。啊，大家要这样来会，极乐世界这些依报国土里面一切的生长之物都有生机。啊，我们现在植物有生机，可是这些墙呀、水泥柱子呀等等，这就没有生机。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啊。那么特别是要给大家这里灌一下，我们常讲到七宝，七宝，佛家不是常讲到七吗？啊，这七宝表示我们的七圣才和七菩提分啊。这个大家听一下啊，你看，七宝诸树啊，乃至七宝，七圣才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听过了啊，
有知道其圣才的吗？真的有人，我也不知道他这是看我的，看验我的这个，就发心的坚固不坚固的。真是有人劝我说：“法师，说你天天讲那么多，你给居士讲，你认为他们能听得懂吗？”我说：“当然听得懂呀，我觉得他们肯定能听得懂。”他跟我说：“他们听一会儿，他们当时懂了，过一会儿就忘了。”我不信，啊，我跟他们说，我老说我说不会吧，至少能记得一点啊。但是我现在发现，真有可能过会儿就忘了，是忘了吗？七种圣才就是让我们人转凡成圣的功德法才啊。哎呀，说到这个讲法，我就再插一点啊。确实讲法不是，你像我们有时候，你比如说给大家要讲这个七圣才和七菩提方法啊，它听起来确实没什么趣儿，但也不是不能用，是你听不进去了你就不会用，入不了心。它并不是说真的有多么教条，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讲法，一个讲座就都是要说接地气，要切合实际啊。当然好像我这方面确实有时候能力差一点，接地气，我不知道生活中怎么接地气。那么佛法里面讲这些我觉得也很接地气。你比如说七种圣才里面有一个惭和愧，我们现在就不具备很多人，因为具有一个惭愧这样的一个两种圣才啊，大家记住，有惭和愧的人，他有一个表达，一个讲礼貌，二一个尊重别人，第三个能够随顺大众。如果你不具备惭愧，你看一下你在人群中表达出来，你就没有这三个特质，就不接地气嘛啊。所以大家在听法的时候，不是说佛法有多广多远多高，是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就觉得与自己无关，说白了根本就不想了生死，不想修啊。我可以现在越来越确定就是这样，大家都爱听一个主题是这，或者说时下发展的一个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你们都出来半天说一两个小时，跟鼓掌互动一下，鼓完掌就没事了啊。可是大家知道，我们就文思讲堂就是为了引大家来修，希望我们不要退和淡了这个知见啊。所以我们讲到的七圣才，你看比如说信，这说了多少了吗？信仰，信仰使人决定能够受持这个正法，这是一个功德才。还有戒，我们能严持戒律。意业上面虽然不能圆满，至少我们在身业和口业上面现在啊。你看我这次这肯定免不了要讲讲这个五台山啊，去拜山。拜山的时候呢，说白了这已经大拜已经两次了啊。我也深知说修行不是这么非得自讨苦吃修出来的结果啊。可是呢，在我们人的本有自己的这个身心条件下，你在那至少拜了十四天，在这十四天从早上一睁眼开始到日落过晚斋之前，所有的都是基本上能够大量的足的取时间，不敢说所有的啊，因为中途还歇下来喝点水呀，或者怎么吃点干粮，但是呢，生业和口业就是，大家懂吗？为什么生业口业？生业我在不断的礼拜，其他的什么我都不干，啊，我也没有坐着，我也没有出去散步呀，或者瞧个热闹呀，买个东西都没干，就是在那拜，啊，那么口业嘛，拜神要么就是忏悔往生所造诸恶业，要么就是愿生西方净土，啊，大家听我讲法讲的多的人都知道，我就这两招。啊，其他的也不念，啊，或者有些业障比较重的话，就特别说啊，往昔所造诸这个嗔业呀、贪业呀等等这些，就这样。可是呢，身口业就摄住，啊，身口一摄住了以后，意业就好说了，就等于说把那两个已经搞定了，我就专门对付你了。所以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法门呀，所有的读诵经啊、念佛也罢、持咒，都是为了这样，啊。所以修法跟戒律它是什么呀？是一体两面，是一个动作啊。七圣才、戒才还有文才，咱们在这儿听闻正法啊，你得听懂、听对、听进去，听闻佛法。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惭和愧，惭就是于己有惭啊，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不能够独善其身啊，没人的时候你就像犯点业啊，人前好像怎么都好说啊，装一管还行。所以残就是于己有残，自己的行为不检点了，生了残，就叫做这个心态，觉得自己不对，这叫做残。害怕别人知道以后影响到人家一种负能量，或者反馈回来对你的指责，这叫做愧啊。所以无惭无愧是比比皆是。你实在想去，你就在一场大的这种共修法会里面你去看啊，马上就脱颖而出，用不着我们去筛选或者说点名，一下就出来啊。还有一个第六语就是舍啊，能够舍一切染着。第七个就是智慧，这七个叫做七圣才啊，这是可以说是从初发心的时候呢要用到这些发心。如果你能意念不忘，那说明你的性才就在；如果你的身口能够守得住，那说明你的戒律就在啊。如果你常能亲近三宝，常能听闻正法，那就说明你的文才，就是这些转凡成圣的功德的这些财宝，这等于说什么呀，门票呀，你就有，否则你就根本没有，你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啊。那我想今天既然讲到七宝了，特别想我们微细的今天学习一下什么七菩提分啊，因为相信大家现在如果说一直在跟着我们文思讲堂啊，或者跟着我讲法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话，我们都在持佛名号，所以今天借此机缘，蒋文亮同学呢把这个七宝这个表法我们来细究一下。我们在修行中，因为大家还毕竟是为了修行中用功的时候呢，能够抉择真伪和明了进退啊，所以大家仔细听一下哈。这个七菩提分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会用在我们念佛里啊。这七菩提分在讲到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呢，相信如果听过的也了知啊，37道品里边八正道的前边就是这叫，有时候叫七觉知啊，觉就是菩提的意思啊。那么这七觉知，第一个叫做择法，选择的择，佛法的法。什么叫做择法呢？就是我们学习了佛法以后，以智慧来鉴别他说的这个是对还是错，是利还是害。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是当今时代的人，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什么呀，网络信息，一切的开始到处都是微信公众号，一套一套的给你七进八凑就来了啊，就我们所有的好不容易人的精气神就那么一点，就被它给击碎了击垮了，根本弄不进去，都是碎片啊。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哈，真正说一个修行的状态，就是我们来听闻佛法，比如说学佛法，以知识性的学20%，20%的时间精力啊，然后大家一起去讨论沟通，不是说家长里短，不是说说是说非，大家要记住，讨论学习佛法完了以后，我们扪心一下，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到了一块儿讨论佛啊？虽然我在居士林也讲，有时候讲完了已经下来有一两个来上来问话了，但是几乎也不是在问当下讲的，还是我说家里不是闹鬼了就是怎么样，反正就这些吧，无就是不会出这一圈啊。那么大家听法，你们平时看看我们在闻法前和讲过法毕以后，你们有没有讨论？那段时间赶紧抢就说两句，哎呀好久不见了，就开始就你家常一般就开始啊。所以真正为什么？因为碰撞也很重要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不能够我们有时间这样全堂坐下来，但是至少你们相应的人呢在一起，有时候说一说，议论议论，讨论讨论，听完以后听得对不对，记得多少，加固印象啊。还有70%的这个要用来怎么样去走去体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修行
你看我说的这里也够接地气，这不是我们学佛里面规定，而是现代前就是引领世界的大学里边提出来这个。一个学生，真正的一个好学生，教育要成功，就是这个叫721，70%的就用来去这个做实验，他们叫做实验或者领域这个学的这个知识。其实我们说的就是修行实践。20%用来听知识，知识要转化成那70%，就是要文和修之间的思。所以还有10%大家要好。所有的这些追根结底，说白了就是咱们这儿第一个七菩提分里面的责法，让你有责法的功能啊，有学会这个本领。所以真正的学习啊，是要你学会一门本领自己学，不是越学越蠢啊，越学越僵化啊。这是第一个，以智慧检验这个法是真的。第二个就是精进啊，大家要晓得这个精进啊太重要了，不进就退啊。我们就是有限这一点点生命过程，你看我们就放假，还我觉得坐在这儿讲上一讲的时候也跟昨天一样，坐在这儿就觉得中间没断，可是这近两个月一晃就过去啊。真正只有修起来，这又讲到半山，真正就你住到那个境里边，你会觉得一天似乎是说当真是不离当下一念，你再慢慢觉得好像说你想让它长就长，你想让它短就短的，这就是一个空性的时间。只要我们把这个填满，不杂就叫精，无间就叫静。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精进啊，你看我这从五台一下山深有体会，只要你的心勇猛心或者你精进度一旦有点歇，我们的业障这种磨练什么呀，即刻就来乘虚而入，马上就来阻挠你，这是没有外境，就是我们自己这种业果。所以你就只有精进不懈，你不断不断的，为什么要到不退不退，就是在一个凡夫的修行过程中，哪怕你这段时间卯足了劲儿，只要你一歇，所有这些伪缘业障马上就乘虚而入啊。所以这个七菩提分就是精进啊，以勇猛行离开这个邪行而行真法啊。再一个就是喜，心里得到善法，升起法喜欢喜啊，这种清净无为的欢喜，还有清安啊。清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断除我们身心的粗重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类似，有时候得到一点清安呀，或者是啊，其他的不说了吧，比如说磕头吧。啊，这次去磕头了，因为是10天的期限啊，同学们一起去十天，第二天这次还这个菩萨给了点加持，几乎有6-7天都在下啊。那么头1-2天的时候可能那种激情还在，3-4天的时候就腿疼得不行了，腿又疼又拉肚子又下雨下的感冒等等这些，我认为其名誉是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法会，很重要的法会，大家要知道有时候宵夜的话，这个法会一循环大家都会生点病啊。你看我听说某一些大的法会，比如说金刚萨埵法会等等哈，就是藏族他们就是常去参加的人说特别怪，说这个法会一完了大家都会多少生点病啊。那我们就要坚定的信心说这就是宵夜，不要错误的盲目的说什么都往宵夜，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在精进的时候所发生的障碍，坚定它就是宵夜，怎么着呢？宵夜是好事啊，所以说从这上面说，宵夜以后你看4-5天过了难受劲儿，哎，5-6天开始慢慢就缓过来了，7-8天就不小心就上去了，没有那种沉重感了，就是等于说半体走得还那么轻快啊，看见旁边走的人的气喘吁吁的啊，不断的问快到了吗快到了吗，就这样啊。但是拜的人呢，默默无闻就一步一步就上，一不小心到了台顶啊。到90天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个好事，天天想干的事，可是10天的因缘又满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说的身心清安安适，这个身体的粗重感是要洗涤的啊。
这种心安，你看真的是像我在那个台顶13天办下来，在磕这个戴罗尼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哈，今天这也是我都得按着自己，大家知道吧？什么叫按着自己？就是不断的说你再慢点，你慢点，别把他们甩得太后边，你看不见我了。说稍微在前面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的鼓劲儿吧，啊，要不然一不小心就上去。啊，拜了这10天根本没有一点点说在山脚下会说，哎呀，这今天又有一次，又1080台阶又有完成，没有，从来一天连一夜都没有。这就是说已经清和安到一个水平的时候就上来，啊，就等于那个就过来，所以这个叫清安，啊，再就是说这个舍也是前面也有舍，这里也有舍，舍出一切这个虚妄之福。最重要的是一个什么？第六和第七，一个叫定，心住在这个一境中，让它不散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念佛念，啊，这么长久的，有的人每天10000甚至不止10000的，应该好歹出来这一点点的。这个清安和常定，当然我们不可能住到相续不断的定中。可是你有清安的时候呢，相似的有时候至少有那么一会儿心是安住在那个上面，就像一个纹丝不动的东西，然后它纹丝不动的往前滑一样，这种感觉啊。但是这属于途中的，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听的相应。所以这个定和念这两个我们是不可以舍的啊。这个念就是说你始终能够铭记着这个定和慧而不忘，这就叫念，你的念头始终能够用起来，啊，所以为什么给大家这个从责法精进喜清安舍定念，这叫做七菩提分，啊，大家要知道这个七菩提分，这里为什么极乐世界我们把它汇到说以七宝来做表这个法呢？我们在极乐世界修。还是说念佛法，所以跟我们同步的，我们念佛的时候就要自己，大家要了解啊。你看，你比如说修这个念吧，我们念佛，念佛，如果你心浮动的时候，大家说的你的心比较浮动，左一扑通，右一扑通，按不住，这个时候不想老是念的时候，就得用什么呀？责法和精进乃至喜这些觉分来对治，特别是我们比较昏沉的时候。啊，你不想念，就等于说你的心在染法上，在轮回业里，那就善于抉择了。所以大家听明白了，这就是要平常你用功夫的时候用，越修的相应的时候，有的人修着修着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再往前走不得已，这时候就是需要佛的圣教法，这是很专业的，给大家提供一些修法、自我调整的技巧。这就是这时候你得用责法，比如说我们要除去其他的牲口的业。一个念佛人，假如你这段时间不得力或者怎么样，你得觉法责法上来讲，你是不是杂七杂八的活动参加的太多？这就是其中有一个，能不参加的那就不要参加，不太重要的就把它屏蔽，这就叫舍了，啊。还有就是说人事应付呀等等，这个时候就是要用智慧去舍，啊，然后慢慢的一心一意的持意念佛。或者说听开示的时候，有人讲说这个法门好，一下子把你拉出来了，那个地方对等等，就是不断这样扑通扑通的东西或，这全属于什么呀？心浮动，念佛行人也同样如此啊。那么如果说心昏沉的时候，你念佛念的念不起来，信愿比较麻木啊，这时候呢，那你就用什么呀？要用除自己牲口上面的过患啊，乃至用这个什么呢？这个用这个定啊，用禅定的这个来摄心，让自己不浮动和这个昏沉的时候呢，又要用这个智慧来关照啊，这些就是要比较善用。那，所以说这七菩提分在我们念佛行人的时候也得用起来。你心昏沉的时候，有时候昏沉不是说你光瞌睡。就等于这段时间懈怠了，根本就不想那个念佛或者不想学修啊，甚至说连学佛都想离他远点，不想学，不想提佛法这些事，不想说佛法这些话，都会有啊。这也许是你久修一段时间会出现这样的障碍
这个时候呢，比如说精进就用不着了，多修净业三福啊，多在世间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去培福。那么要观察到什么事情对修行有利，什么事情会发生障碍啊等等，这些就得自己去观察啊。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讲的七菩提分。给大家说，因为我有一点多余的担心，就是害怕我们包括我们文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的停滞啊，希望大家善于运用，能够这样的用，这样的听到，这是非常大的福报啊。包括我们要得到这个定也罢念常住的地方，特别要福报呀啊。你们可应该有感受，就是福报不够，明明知道这个理这个事我就是行不上去，就是犯业障，就是退心，就是生烦恼啊。所以大家是真心求解脱者，请把这些记在心啊。我给大家讲，其实我自己也要学一遍啊。这是这里讲到的，说或有二宝啊、三宝乃至七宝啊。那么这里讲到的说什么呢？转供合成，我们来了解这句话啊。这些七宝既然是表这些法呢，那么他用这个七宝数来表达他的这个世界里面的呈现啊，这里面也有奥妙的。什么？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觉得必定要法师给大家讲法，我们学习经教，我们才能知道修佛学佛的法门怎么去修。极乐世界就是一切世界的呈现，它当即扑面过来，就是催促着你，引导你当下就修，全部都是法门。所以为什么这里有一个转供合成这么一个功德呢？你看，这就体现净土的这个慎重了。他们修法用心或者行方便啊，都是任用和具足的。任用具足大家能知道吗？就是在咱们国土，再套这个三十七道品，还记得有一个四念处吧？这个都知道啊。四念处就是大家常要念这个无我嘛，啊，感受是苦嘛，啊，这个无常嘛，就是常要念。那么四念处在我们这儿修的话，它是有一个什么呢？先修别修，然后才可能练的总修。啊，别修就是一件一件的，他观无我的时候呢，他就意识不到是苦；他观一切的感受是苦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感受无常。但是这个总相念，就是你修熟了以后，你有总相念处呢，他可能一个正念起来，马上就是说，哎呀，无常无我，苦的空的。同时能够跟进上，这就叫总相念处啊。我告诉大家，如果是你是一个念佛念久的行人，一般稍微用一下总相是可以的啊。这我们就讲到实修的啊，你的用心方法你应该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说念力松佛的时候，你说这是很苦，一切人事复杂啊，牵缠烦恼啊，但是虽然这么苦，天天你来我往，它本质上是空的，不需要执着等等，就是这些念头里面同步能够产生这些功能，并驾齐驱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可以做不到，特别是刚刚入门的，摸都摸不着这都说些什么呀。但是极乐世界你看，就一个七宝树，它的转供合成就等于说什么呢？在那儿的菩萨就是说，同时别相念也行，总相念也可，几项念都可以，所以才你看二宝三宝乃至七宝，就是他同时一念一个法门也可以，他愿意这样那就纯粹的修，他同时几个同时并用也行，具足这个能力叫做转供合成。像我们这儿的话，你总念就是总念，别念就是别念呀，讲道理都有这个差别，何况具体的运用。但是在极乐世界，别念就是种念，种念就是别念，所以叫转供合成啊。大家听明白了吗？再往下看啊，下面这一段就开始讲到说这个啊，或有经树营业华果，或有营树经业华果，这是二宝所成的啊，或这个琉璃树啊，玻璃为业，华果亦然；水晶树、琉璃为业，华果亦然。这是三宝所成的，乃至最后一直到七宝。
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说这些哈，确确实实如果我们把净土法门的教理能够吃透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太殊胜了。在弥陀经里面讲到说，今现在说法啊，整个极乐世界就是一个法场，不要说这个正报一报都有说法的功德，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我们国土大家说法的佛出世开始，只有佛能说法。这个释迦牟尼说法，因为为了应机，他还得讲究什么呀？招式呀。什么叫做招式呢？佛说法，还记得我们学讲宗派佛教的，给大家讲过，有时候是要说一个什么呀？权巧之法，是吧？华严经法华就是为时施权嘛，啊，有时候才能讲一个真实之法，有时候说的是动，直指人心，有时候讲的是见，你慢慢来。有时候明着说，有时候藏着掖着说，显法密法等等这些。可是呢，极乐世界没有这一套。大家看到啊，人家这就是或这个树那个果，来回互换。这个功德表明什么呢？在这个树的表法中，就是说权巧法可以真实说，真实法可以权巧难言，动法他能给说见了，见法他能给说动。就光树它就有这样的表法，显中说密，密中有显，一切皆是功德法，甚至都不存在什么呀世间法和出世间。我们这里才因为是染土嘛，所以是世间嘛，才讲到出世间。那极乐世界世间就是出世间，整个都是由这个现前的树七宝之树来讲法，来成就这个转供合成功啊，所以大家在理解这些时候呢，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这转供合成呢，大概就是七拼八凑，那么多宝贝弄在一块，它有法在里面啊。当然我们也不可以说从这一位的表法功德上，就是光从理上去会。我跟大家讲，事项上也是如此啊。由于有这样的合成的这样法的这个功德，所以它就全实是圆融的，洞见是同步的，显密是并说的。所以当这样的心际功德在极乐世界显现出来，它有一个非常，我们说一切唯心造，非常殊胜的一个啊，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大家看到啊，后面我们就不读了，一直到67页倒数第三行，看到了吗？就是这些树呀、树枝呀、景呀等等花果是什么？行行相直，茎茎相望，枝枝相种，叶叶相向，华华相送，时时相当，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哎，我当时读到这一段，特别是读到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哈、啊、几段话，一个是前面的一切恐惧为作答案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读的这说呀，行行相直，一直到时时相当，就顺极了，就觉得当时也没有深的领悟嘛，都误以为说就跟孙悟空入到蟠桃园随便是摘桃子一样啊，就是那种畅快淋漓感。还有后面的，你看水功德里面都说什么呢？开成月体，荡除心垢，宝沙影彻，无声不照，啊，就是这些圣言呀，都是循着极乐世界的真实情形给我们宣讲。那我们就要知道，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呀？这么一个功德法才能完美的体现极乐世界的境界是什么？就是一个对称。大家在我们这个时日班是，如果大家学过物理啊，物理里面讲到最根本的物理理性，最根本的特质是什么？就是对称啊。所以说这个有作用力必然有反作用啊，而且这个作用力反作用力大小是相等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你看人家极乐世界就是最原始的啊，完整的把这个对称法则用这样一个美妙的这种气宝把它给显现出来，天然的状态。我们这个世界的话只能一部分对称，不圆满啊。你看人心因为失衡嘛，有烦恼进行倾斜，所以就是丑陋杂乱的，不能够有一个优美的对称秩序，整个极乐世界全部都是对称啊。那么这里这个也是我们，你看行行相直，直是什么呀？
蛤蟆相值嘛，值就是把相对待的这样的一个等量相值嘛，所以这里其实就是表我们说常说的平等功德，行行相值啊，夜夜相望。望是什么意思呢？望就是你照看着我，我看着你，大概如此吧，就是在平等中而还有差别功德啊，叫做啊这个惺惺相望啊。那什么叫做知之相准呢？准是什么意思？就是准确嘛，表这个真实不虚啊，叫做知之相准。夜夜相向，相下的下是什么呢？因果，因到果是通彻直通，因即是果，果即是因啊，没有我们这里时间幻象上的一种是这个心念的流动相、牵牛变化相，说什么从因到果，那儿因果是通彻的，所以叫做什么呀？这个夜夜相向啊，华华相顺。顺是什么呢？就等于说随顺众生而讲法，随着根基讲真实功德，应机不谬，不会出现错谬啊。这个时时相当是什么意思？但凡啊能够听闻的人，能够处在其中的人，必然什么呀？各个正果，所以叫做时时相当，就是你一定能够证到这个果位，同步的果位。前面说皆是阿毗陀智，皆入无生法忍啊，所以确实因为时间关系，也不能太那个一句。要真正的去深入理解无量的法义，都在释迦牟尼佛开示。你不管从事上去描绘，或者从理上去透过去，都是通的啊。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从相值、相望、相准、相向、相重、相当，都表的什么呀？因果不虚法，修行功德法。啊，菩提涅槃都在其中啊，所以说极乐世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大势愿力才能够表达出来这样的一种啊这种殊胜啊。我们再来往下看，你看下面还讲到说什么呀？容色光耀不可胜视啊，不可胜视什么意思？就是说无量的这个光明啊，前面讲到是说它这个排列殊胜啊，什么为本，什么为经，什么相望相值，这里开始讲到它的射，等于说辐射殊胜，无量的光明，无量的颜色，令人目不暇接，那个胜收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是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时发初五音声，微妙工商自然相合啊。大家看到这个清风时发，你们理解清风是一种什么风？极乐世界的风是怎样的啊？这个风呢，既不是咱们人道的风，说呼呼的就刮过来啊，这一刮就什么都刮的这个灰飞烟灭，甚至不是天道的风，天道也有风啊，但是比我们这里要温和和这个柔软多。极乐世界这里是一种什么自然的德风、德行、功德的德风，虚起微动啊。这是另外的经里面，它不是什么呀随业，大家要记住，极乐世界的风，咱们这儿叫夜风吹荡，夜风吹荡。极乐世界的风它不是随业的啊，它是随心观照的智慧所显现的，所以叫德风啊。清风是发德风自然德啊，这个比较难理解了。什么叫做就是说风刮起来你还都这么多讲究，你就是极乐世界的风吹着很舒服就行了，还真不是这样。怎么讲啊？就是在极乐世界的风呀，打个比方，我们在这儿还记得六祖为此大动脑筋吗？还记得吗？六祖不是有人争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吗？在那说了半天没办法，六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还要给他这么讲究一番，来回什么呀把他给说透了。极乐世界根本就不需要你这个解释，什么不是风动，不什么风，极乐世界的风动风功德是风动，就是心动，心动就是速动，速动就是整个这个法性啊，这个微妙显现出来的功德风，是这样的一个，不需要多此一举。还说哎呀仁者你的心在动
人人都皆知道这是星在动啊，而且动还不是夜风之动，是功德之风啊，就等于说智慧中你我咱们两个啊讲法啊这个交流的时候，这个碰撞一下起来，这个什么清风始发啊，依心而动，动不离心，时时刻刻都在这个波落啊，波落的观察，这才叫做清风始发吧啊，自然相合。五阴生，这也是随顺我们这个事情。大家知道我们这儿五阴是什么呀？啊？啊，工商角子女的是吧？这里为什么说微妙工商？前两个作为代表，啊，因为在这五个阴里边，工的这个阴生呢比较粗，商的这个阴生呢比较细，啊，后面三个就给省略了，这叫做什么呀？自然相合，自然相合什么？就是无为而起。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难理解，在我们这个世界无为的，就是死在那儿死静静的不动了，就觉得无为了，一有启动它就是起作用，所以我们怎么也理解不了，依然在那儿不断的动它又不动啊。这个法在我们这儿最能相似的说，就最充其量说，哎呀，大海水潮涨潮落，但是大海水量没有动过，这也是一个相似比喻。可是在极乐世界的话，它这种动与不动，它是相互穿透的，一体的，不可以分开说。所以你这么两个世界，你说让难怪释迦牟尼佛当时都感慨嘛，说哎呀，于此世间说一切世间什么呀，难性之法啊。这个由着我们自己去修因正果，到那个地步去领略这个动不动、动静一如的时候，那就另当别说了。你说他直接给凡夫讲这些未曾见闻，甚至设想不到，乃至超出了我们意识所酬这样的一个法，你说真是难信啊。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殊胜啊，就是说微妙东山自然相合，这里就是什么，说明他有五种功德啊。极乐世界的树起的声音呢，它有五种功德，在经典里面讲过，一个叫什么地了，就是说地听，地听那个地啊，你一听不模糊，不要说你说个什么来着，没有这种现象，这个声音一入耳马上就让你完全地听明白，叫做地了。第二什么一解，听以后马上明白了，就了然于心了啊，不是说你耗费心神儿学习半天理解半天，不需要这个过程，这就叫做什么五阴生自然相合的功能，容易了解。第三个不散，就是不会让我们的心随这个声音而乱。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的心是不是乱心的啊？这个世界的声音都是来乱心的啊。你觉得就包括我们现在最说什么哎呀什么流水呀、啊、什么催眠呀、啊、什么乃至古琴的，还是让你把它心浮在一个，让你的心乱在哪里，乱在一个说哎呀比较高雅小资的这样一个自我陶醉啊。那么又走偏激的人呢，又好听那个什么摇滚啊，到那里边这个电也闪得快，空空锵锵，就别的人觉得都神经了，他自己沉浸在里面也是乱啊。有的人呢又喜欢听一个甜美的歌曲啊，什么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李谷一唱一下，他就觉得这个就好像说也是乱行的，就是你好哪口你听哪个，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声音不是乱行的，只有凡辈是世俗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不散，再一个无厌，不疲厌了。你想你再怎么爱听这儿的声音，你没有个疲厌时吗？有没有呀？如果没有个体验，就不会有个词儿叫做流行歌曲。大家知道流行是什么意思，就那个听见了又出来一个，这叫做流行。现在流行周期越来越短，也听不懂这在唱什么说什么，这么搞不清楚啊，就越走越低下了。但是这个声音出来就是不疲厌，第五个还是悦耳，悦耳就是好听，不是让你刚才讲的动心，是法喜充满啊。法照大师去极乐世界的五阴念佛法，就是真的不是动情的好听，悦耳啊。所以这些等于说这个讲到说容色光耀不可胜视啊，五阴生自然相合等等，这些都是极乐世界的功能啊。
我们来把这段总结一下啊，这里讲七宝行数，特别是不厌其烦这样成数啊，成数好像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不用一个艺术如是呢？我以前读的时候也有这个怀疑，读久了大家才知道这个有妙用啊，确实这一大段为什么你看经文呀，佛讲法的时候呢，他就是让你闻法还让你起观。我们都以为说主要讲这个观法的话，那就是说佛说观无量寿经，讲十六观法，好像是一种正宗的观能一样。你看这无量寿经里面是不是也时时刻刻在起观啊？你像这一期开始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就是让我们起观嘛。所以这个有妙用的，重复这么读，你读的久了你就知道啊，读久了就慢慢就知道说，哎呀，阿赖耶识里面嵌进去，嵌进你的意识圆这个法的时候，观想极乐世界的时候，就是比原来要轻而易举的多。原来是色的沉重的，你熏习的久了，那你在读的时候呢，它熏一遍就等于哎临摹一遍，所以非常重要啊。这些圣言呢，第一个表极乐法是平等法、因果法、功德庄严法啊，它的用。第二个呢，就是它是跟娑婆世界是有关联的。我们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讲讲说，我们这儿的人都劝大家，修行人都不要去崇尚宝贝，不要去贪着，为什么净土还显现如此多的珍宝啊？跟大家讲一个，这样显现是势不可挡，因为首先它是阿弥陀佛大愿大善，是阿弥陀佛这个本愿大善自然化现，是求往生者的真心回向所感召显现，这个避免不了。就等于说是我们一旦往生净土乃至修行成就以后，就是必须面对这样的，你不想要宝贝，它成就的就是宝贝，因为你的心性发挥出来了大善大愿，发挥到这个时候它显现就是这样啊。这个法能理解吗？啊，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在居士林听这个楞严经的同修就会有这个，我再也讲过，就是一样的法，一样的心，为什么发挥不一样，愿力不一样，修行功德啊。如果要更广义一点哈，大家这样理解，你把修行功德当作说你念念的这个什么呀，发心，你的心在想些什么，是想善法呢还是在想恶法，这都属于发挥，反正就这一颗如来藏心。如果你发挥的特别特别漏劣，想的特别特别恶，他也会发挥，他会圆满的发挥，发挥到哪里啊？发挥地狱世界里面的油锅货仓，也是水发挥啊，可能那些油锅就是无非是同是铁。但是如果你的心念念向善，带着大愿，带着解脱，那么他发挥他就一定会发挥成七宝，你不想要也没办法，谁让你这么修呢？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能明白吧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我表更娑婆世界相关联啊，你看我们这儿只能发挥成什么木头水泥啊，那么这个七宝虽然我们这儿也有玉啊金啊，已经很少很少，能耳朵上脖子上戴戴就不错了，哪里还给你当桌子当板凳去用，大地都是如此，这就是没发挥圆满，有那么一丢丢，而且也越来越快没了。你看这桌子都从红木慢慢变成榆木，这就是福报越来越浅了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就是发挥法，愿力呀、业力呀、心力呀，全是发挥的一些主动力啊。那么再一个是什么呢？极乐世界阿弥陀当时如此发愿，他的底出发心就是为了为什么呀？方便成就众生离苦求乐之心啊，这是有这么一个方便啊。那么如果说从随文入观，我们读了这么多遍以后，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不断的熏习这个净土的善法种子，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什么呢？替换我们的贪嗔痴染业，它就会有一个众宝具足，随时见闻，随时随地就见闻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有一个什么增智的作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些心理体验，什么叫做增智啊？就是见多了都不稀罕啊，
就跟那个什么皇帝不是去好喝珍珠翡翠白玉汤吗？朱元璋那是要饭的时候喝了那么一顿，觉得好喝，但当了皇帝又去喝的时候呢，没味儿了。为什么？他天天吃好吃的，就是如此，那就自然不会对这珍珠翡翠白玉汤起贪着。所以极乐世界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啊。总而言之，就是激荡我们内心的圣境功德啊，有这样的一个法味在其中。这是这一段啊。好，我们翻过来68页，再看一段啊。前面是总的说到这个七宝珠素，这里啊要开始丰说里边的一颗，大家知道只有一颗啊。前面院里面也讲到的说，这个其道场树啊，少功德者都能见。28愿里面有讲，就是说这个菩提树。我们来看看一下极乐世界的菩提树是怎样的。咱们世界也有菩提树，就在菩提迦叶那一棵总树啊。那么枝叶现在还非常繁茂，大家能见到者呢，也会得加持，很亲近啊。可是呢，跟极乐世界的确实还没法比啊。大家来读一遍就知道啊。一起来，又无量寿佛，其道场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幽旬，枝叶四覆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以月光模拟池海轮宝，众宝之王而庄严之，周折调天，垂宝璎珞，百千万色，种种异变，无量光焰照耀无极，真妙宝网罗覆其上，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出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犹步，遍出佛国，闻其音者得生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耳根清澈，不遭蛊患，目睹其色，鼻知其香，口尝其味，身处其光，心以法缘，皆得甚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六根清澈，无诸恼患。阿难，得彼国土天人，见此树者得三法忍，一者音响忍，二者柔顺忍，三者无声法忍，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坚固愿故，究竟愿故。好，每一段圣言啊都说得非常的透彻啊。你看后面把愿力总结的，这本愿力故一直到究竟愿故啊，这些已经说的就是说真是说到绝处啊。那我们这里开始呢，讲前面讲到说极乐世界的树庄严啊，后面还会讲音乐庄严啊，宫殿庄严，宝石庄严，水庄严等等啊。这里只是树庄严里面，前面是总说，这里是分说啊，就讲到无量寿佛的道场有一个菩提树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树的身形，有首先高啊，高有什么呀？400万里。400万里是什么概念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地理没记好，绕赤道一圈是多少啊？是4万吗？啊，4万。那这就是说，如果是4万的话，这就是100多。你说人家一棵树，咱们地球上都盛不下啊。本其本周泽5000幽旬，枝叶四部20万里，就是它这个枝叶啊，到长出来这个规模，一切众宝自然合成啊。所以大家看这个菩提树，首先我们要知道，不是众生能够随便见到的。大家想想，我们娑婆世界，人人都能见到菩提树吗？菩提迦叶那一棵，包括我们现在东土也有的也有。这个东土也有的，像六祖大师这个光孝寺那儿有一棵，那是好不容易才啊植过来的那个热带的树啊。其他地方种，现在有的也在种，很难活啊。
这个这次放暑假我先回普陀山看两位师尊的时候，哎，道老的窗子边长了两棵菩提树，他就在那个小块里面种着，那树也长得可高了，就循着那窗子往上，我就是那个小细绳绑在那个窗子上，这个普陀山观音菩萨的甘露洒一洒，太阳照一照，长得越来越高啊。但是他的小盆里面的确实看着上面那个脉络呀什么特别清净嘛，菩提树叶，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做一个工艺品，就把菩提树叶让它标本干了以后，在上面画佛像写经文啊，非常庄严。那么不是人人都能够见到，说明只有什么有功德者、有福德善根者能见，在咱们这儿啊。那在这个极乐世界呀，他的这种加持性情啊，这种大，这种是小功德菩萨，也就是说虽然你功德不大，往生这儿的小功德菩萨都能够见到啊，见到这个菩提树这个庄严啊，而且接受他这个具备这个天然的加持。你看这里大家看到说，一切众宝自然合成，其中是什么呢？以什么来庄严？以月光摩尼持海轮宝众宝之王而庄严之。谁能知道月光摩尼这个宝是用来干什么？有听过了吗？所以你看，在整个法界里面哈，确实有这些宝，众宝之王就是这个月光摩尼宝，是所有宝贝里面最庄严、最珍贵的。那么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它可以叫做持海轮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支持大海水轮。咱们地球上也有大海啊，不要说须弥山的这个七重八重的这个外香水海，地球上也有大海，全凭什么呀？就是这个月光摩尼这个宝，它有个什么作用？它让海水里面的水呢，就是说海里面的水呢不少不增啊，不增不减，一直支持它，而且还让这个海涨潮落潮的时候呢不会乱。我们不是说潮涨潮落吗？啊，如果大家去过海边都知道，潮涨潮落是有这个定时的，海水不增减，海潮不乱时，凭的谁的力量？就凭这个月光摩尼宝在时时，其实也就等于说定海神珠一样，大家明白？就由于有这个宝贝，它的这个我们说能量也罢，辐射也罢，发出来以后才能使所有海水里面的海水不会增不会减。大家想想，要是海水一增就泛滥了，你这地球上的海水要是涨一百米那还了得呀啊，那么也不会干涸掉啊，而且潮涨潮落它是有序的，全凭就是这个月光摩尼宝，所以它这里叫做持海轮宝，是它的功德啊。由于它有这样的功德，称之为众宝之王啊。由这个宝来什么呀？而庄严之，就是用它来装饰的啊。你看众宝之王在这个菩提树上来做装饰，周泽条间啊，垂宝璎珞百千万色，种种异变无量光焰照耀无极啊。这就是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庄严。我们往下看到这里讲到说什么？微风虚动，吹诸宝树，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看到了吗？这里有一个法音遍诸佛国，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旦往生了以后，就是总给你打保票，必然了脱，必然这个证三不分。每一段经文里边都能体现这个功德啊。我打个咱们这儿的比方吧，你看为什么人家那儿是微风，就是风吹一下啊，宝树沙沙的动一下，然后就出来无量的法音。法音是什么？宣讲佛法，提醒正念啊。无量的法音就流布遍诸佛国。然后呢，听闻道，你看闻其音者得生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耳根清澈，不造苦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叫做啊这个遍诸佛国的功德啊。其实说白了，这就是说阿弥陀佛的
这个加倍众生十方法界众生摄取不舍的功德啊。你要说变出佛国的话，咱们这儿也算佛国，有佛出世对吧？啊，也佛法在流传嘛，也算佛国的一个染国呗，有佛是染土嘛啊。但是人家这个佛国变出佛国怎么一个意思呢？其实就是让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众生啊，包括我们现在向往着欲求生的众生，都往哪里呀？往道上会。大家明白什么叫做法因缘故变出佛国了？我们常说的往道上会，道上会，那为什么会不上去呢？为什么呢？没有记忆，想不起来佛法，所以说受持不上。受持不上的话，你就不能让我们的心念中什么呀起到这个什么呀变的功德啊，这个法因流布不能在我们的心田中变起来。变起来就是说时刻能够记得它，我们很多时候念头杂乱，变不了啊。绳识是这个暧昧的心识啊。你看咱们这儿有一种境界，为什么游山玩水对吧？现在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干什么呀？有时候却说哎呀我要去朝圣，要去参访，这借口倒是挺好的啊，挺正规的。一出去游山玩水嘛，因为这个道场庙里面到处都是绝佳的美景啊，马上就蹭蹭蹭拿出来一个。我说在20年前呀，看看现在的时代，肯定那会儿的人如果能放电视给他看，他搞不清楚20年后这人一人拿一个棍儿，拿个方片对自己在干什么。现在出去包括外山上，一不小心就被那个把头给磕着了，腾子就磕你一下，就拿着那个哎呀在那笑眯眯的，这样笑一下那样笑一下，流连忘返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动情山水吧，还是对这个自己胸前80胸前中变现出来那一点好的，发挥的比较这个殊胜那点，又产生了自恋啊，所以才会有这种出去看房子拿着杆就开始开拍，这已经先走了呀，就不能够叫做什么呀其身留步变诸佛国。佛国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态心田嘛。那所以才这样的话，你看一个道人，我们这儿一个修道之人对吧，修道之人他始终往道上跪得久了，一看哎呦听一句法开悟了，才能悟到说什么啊？这个听水声呀，看山色，才说哎呀，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不是欣赏美景，他是什么呀？说哎呀，山色无非清净色，溪声今日广长舌。这个时候才说玉黄花无非剥落，青青翠竹都是法声，才对他有这个留步遍诸佛国的功德，他才能往道上会，往法上会。你想想我们这儿。多少人里面出这么一个道人能会得上去，是不是啊？可是大家要知道在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极乐世界这种其身留步遍诸国土吧，我们就不说佛国遍诸国土，它什么了，它是始终在这样的他力的作用下引发，由这个道场的这个菩提树，谁看见它，只要看见它啊，听到他宝树上出来这个声音，后面还有什么呀，鼻子闻到香味等等，这只要你在六根中能够跟他发生哪怕一根的作用，他就会马上辅导引发你往法上道上的心念，不向外攀，而是什么向内合去，这才叫做其身留步遍诸佛国，才能称得上演出无量妙法，想方设法的让你往上。那所以大家来看，这里才讲到众宝之庄严啊，百千万种异色随影而现等等，都是让我们不间断地具足这种殊胜的感染啊，唯一的正确的引导我们的心性，所以叫做其身留步遍诸佛国。你们感受到这种遍诸佛国了吗？感受到了没有啊？我告诉诸位哈，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心得吧，就是有时候看似我们来学佛，好像有时候听法听得很相应，就是那个灵光不昧，好像自己觉得哎呀我悟到这个东西了
啊，或者我入到这个法喜了，我们都觉得说这是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量好像怎么样。我告诉大家，这个其实都是什么呀，都是诸佛菩萨借机在什么波动你的心弦，引发你的善欲，就是跟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道场菩提树所引发的功德一模一样，根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完全没有那种能力。之所以流浪到娑婆世界来，真的没有那种能力，我们的能力就是波动贪嗔痴往那儿走，这是我们天然的能力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老说阿弥陀佛世俱不是，我们对净土升起的信心，我们念佛念的得力啊，甚至这个有时候这种强烈的这种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等等这些偶然的状态，好一次突然间显现的这种感应也罢，都是阿弥陀佛或诸佛菩萨什么在波动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力量，自己哪里来这种力量？你想想，要是没有诸佛菩萨这种慈悲摄取不舍的度化，我们全是阿赖耶识里面全是染业嘛，全部是染业，你怎么来显现那个灵光一下？就是我们天一样，天上一样，从来都是太阳在那照着、烧着、烦恼着，你哪来一个乌云密布、闪电闪一下给你这么一个机会？没有啊！所以大家想，这就是他力同。你看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以后，看着道场树、菩提树都尽情在显现他力的加持啊！而且这种他力，它不仅仅是，这是说讲到说，你看闻其音者能够得生法忍，住不退，这又给我们进一步讲一下必定道不退的功德。那么住不退转，一直到成佛道，保证在这个途中会怎么样呀？耳根清澈，不遭苦患。啊，下面还讲到了说，目睹其香，目睹其色，鼻知其香，口尝其味，身触其光，心理法缘，这就是六根对六境。人家那是这样的境，所以一定是对的什么呀？无烦恼的根。我们这儿六根对六境，念念都是引发我们的烦恼呀，大家看到了吗？为什么叫做极乐的？就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在极乐世界，你看菩提树来加持他修行，人家的修行不是咱们这儿是以苦为师，娑婆世界不断的提醒你苦苦苦，你才能出离才修。极乐世界以乐为受用，就能成就出离道，就能成就不染浊。你说这能比吗？如果一定要说白了，它这个作用在哪里体现？就是越享受反而越不执着。这种法你能修得来吗？你试试吧。你说我越想给我很多的钱，让我当个什么国家的元首，我不执着了，你试试吧。可是极乐世界，你看人家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至诚佛道就耳根清澈，其实就是六根清澈，那就是越享受越执着啊。特别是你看这里讲到的，用眼睛看菩提树发出来这个光色，鼻还能闻到菩提树飘过来这种香啊，口尝其味，这就是给大家讲的口尝其味。你就发现了，虽然是这么多宝贝，它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因为我们下意识的说这么多宝贝那哪能吃呀，就是看着好呗，能吃啊，我们这儿你吃点精，你吃点玉，你试试咬一块和田，你咬下去你不做手术了估计就差不多了啊。可是极乐世界这种口尝其味，虽然是宝，但是它是生机孕育出来的，你拿起来就能吃啊，比那个孙悟空猪八戒吃的人参果要好多少倍啊。所以说，但是最重要的落脚点在哪里？还不在于吃，还不在于光，也不在于色，在哪里啊？大家看，心理法缘啊。这句话我不是瞎说的，说越享受越不执着，就用这句话就可以凯定我们理解这个法义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心理法缘，那再换一个说，就是说
心理法缘就是以法缘心，所有的五根接触外面的成性一定最后落到第六意识，甚至这都不是第六意识，是清净无染的啊。这个我们说了是已经到了一个智慧层面，不是意识落到这一地步的时候，它不是以烦恼来分别缘心，而是意念佛的功德清净的因缘来体现法性啊。所以这里讲到你看心以法缘，正因为如此，那你不得啊，不得这个甚深法忍才怪啊，一定会得这个法忍，一定会度不退转，一定会一直就这么顺顺畅畅的美美的就成佛了啊，而且吐出六根清澈无诸苦患。大家要知道，就算我们现在如果在咱们娑婆世界啊，就算你学佛了修行精进了，你也不能保证六根能够清澈没有苦患，因为你学佛途中你不可能重造的是什么善业白业，你肯定还有恶业。为什么咱们这修行会有这个业障，会有违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因果中还没有彻底摆正，就是没有彻底清澈啊。所以在这样一种作用下，那反作用来的时候呢，就是等于说你肯定什么呢，还会有业障。可是在极乐世界，人家这种不退转就是始终在这个善的正的作用下，随顺着善法同步着空法来成这个佛道，你看多么纯粹的啊。那必然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下，彼诸若彼国土天人见此素者，只要能够看到这个菩提树啊，会怎么样？就会得三法忍。那这也列出来，好像前面给大家讲过了是吧，这三种人啊，一者音响人，二者柔术人，三者无声法人啊。当然嘛，这个为什么会得这种忍，就是说一下子如果浅白的讲，就是说让你的学佛你的思想境界一下子就上一个高档的水平啊。大家想为什么呢？你想建一棵菩提树都能有这样的功德，何况他建的不仅仅光是菩提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还有西方三圣，还有亲近海众，啊？那建那些大圣人、那些加持力，那现前见阿弥陀佛，那就更不要说了，啊！就跟我们现在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现在到庙里去朝拜。对吧，那所有这些古道场有道器的都会古树残天，哇，你一进去说哎，这么老的这个松树柏树跟那些新建起来的，甚至植被也不是很那什么，他们感受都不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大的树，你看那些粗大的树，你到这些名山普刹区，包括法源寺也有啊，普陀山的普济寺也是这样，人都抱不过来，那都是跟护法一样的。天津那个建佛寺啊，我好像也讲过，他为什么被保下来了？本来就应该拆迁了，保下来就是砍那棵槐树的时候呢，流血。这天津人都知道的事儿，流血以后就后来不敢砍了，才这个相关这护法功能就显出来了，就把这个庙保住了。啊，这个庙保住了以后，现在哎修的道场利益众生，这都是现前风流的事儿。所以说见这些树都能够得这样的加持，就跟我们到庙里面见到这个古树以后马上心境就不一样了啊，就觉得思想境界就上升了。何况你再进到大殿，你再去礼拜这个供在这个供台上的庄严庙像这个佛像，你再讲听到僧宝过来给你接缘讲法等等这一系列，那就更不用说了，必然是那样得忍。这个忍其实就是思想境界提升到那儿，这就叫忍啊。如果说专业来讲的话，你像慧远大师，净影慧远大师在判这个时候的判，他说这三忍呢，怎么讲呢，就是说判为实地的菩萨啊。比如说这个音响忍呢，他判为说登了第一地二地三地的菩萨啊，听到声音悟道以后就知道一切法不实，如幻如化，就像空谷里面的声音的回响一样，所以叫做音响忍啊。说这个柔顺忍呢，就等于说四五六地菩萨
啊，四五六地的菩萨呢，对这个顺境或者逆境什么呀，不起这个贪爱或者嗔恨心了，啊，所以就这个心柔顺呢，对空性的理念也信顺了，所以这个就做柔顺人。啊，他判是说这个无生人呢，就七地以上的菩萨安住在这个无生法中，不生不灭，他是这么判的啊。但是呢，如果说按照咱们这儿的法这样判的话还可以，按照极乐世界的话，这就等于说没有把弥陀的愿力什么呀，就是给打了折扣了，因为你实际之前还有菩萨啊，南城极乐世界实际之前的菩萨，那难道见了这个道场树他就不能够得这样的功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把净土的这个教法，这人家出现的这个待遇啊，不能够按咱们这儿啊，如果我们理解为什么能够得音响人，你就说在净土啊，看到这个道场树感染加持以后呢，哎，他看到这个树的这个声音呢是从风吹过来而有的，他就悟到说，哎呀，一切都是不实在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音响人啊。他看到一切的万事万物，这个道场树也是都是对称的、庄严的啊，没有好坏之分的，全是清净、自信、清净的这种感觉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一个顺着我或者逆着我的感觉，没有对我的事儿、不对我的事儿，所以当然就会什么呀，叫做柔顺人，先柔了，不对了，不抵触了。大家说我们的先抵触就是自己跟自己抵触，对不对？他自己在这方面顺啊。那么对诸法无生，就是见到这个道场树啊，见到极乐世界一阵庄严，虽然什么呀，如这个啊，这个一阵庄严梦幻泡影在正在进行，清净海众皆夜行人讲法，这个说法大显神通妙用放光仙瑞，无时无刻不在显现这样的法会功德，但是呢，当体就能让人什么呀，悟到这一切法不生不灭，他就是这么一个架势啊。所以大家在理解上呢，理解力上面不妨如此理解就可以啊。这是一者音响人，二者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后面还有一句说，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坚固愿故，究竟啊，最终归根结底，一切的功德全部是什么呢？弥陀愿力所成啊。大家你看，首先说无量寿佛的威神力故，这是讲到现在以阿弥陀佛现前的威力，所以才能够让行者得到三种法忍啊。现前的什么威力呢？你想弥陀阿弥陀佛的，他除了他的愿力、他的发心、他的修行还有什么力啊？所以我们理解说佛的威神力，第一个是发心之力，当时发的无上正觉之心，一切恐惧唯作大安之心，所以它体现出来的威神啊。再一个是什么？修行练就之力啊，广宣如来净土之行啊，这个不如求道坚韧不却等等因地，这些都是练就了，每一个想法门每一行他都入进去，他都修过，生老病死都演练过了啊，六道轮回全部体验过了啊。所以昨天晚上我在微信上也发了啊，有善知识跟你聊起天来说哎呀，确实说修行到了一个地步，我有点懊恼。为什么懊恼呢？我又得了菩萨的加持啊。我给大家，本来这是我的秘密，当然我发心是纯正的，给大家说一下得了什么加持了。你说在五台山拜的这段时间这种相续吧啊，它是很清净的，可是呢清净到一直回来一天半，从第一天半开始，这个无名的业力开始什么，突然间又发挥了，就让你不能好好待着，没有任何的外境烦恼引发，或者跟谁有什么啊，这个什么沟通来往，就不知道怎么了啊，一股莫名的这种，就是我突然想，就是以前的一个法师也讲说，修行说你要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永远不能舒服，只要你一有舒服，他说就不对。啊，那我回来在我屋里待着，确实也养成一个习气，都不想出门啊，不想见人，不想跟人说话
就想说屋里待着绕一绕，看看这个阿弥陀佛请的文殊菩萨，就天天想这么待着，但是就不知道哪来这么一股子力啊，让人受不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确实是讲楞严经啊，跟大家学修净土，这就是加持。虽然受不了，还知道应该受着啊。所以昨天晚上跟这个跟别人这个语音了几次，我就讲到这个，我说你看，就不能让你好过一会儿，好不容易得这点法喜，不知道是不是清安呢、啊？他马上就给你打湿了，让你重来，让你再进，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自己觉得有点冤啊，说不让我享受两年啊。结果人家善知就说：“哎呀，就是这样的，人人修行就是这样，修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要有什么目标或者一种安逸，觉得说有靠一样啊，你就不断在体验，完全再给你颠覆了，再给你打散了。为什么？因为凡所有相，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说，凡所有感受都是虚妄，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就是体验阿弥陀佛人家的这种经历，就是说把任何地方都体验。”啊，你想他要是在成佛的时候，你想吗？像我们现在的话是拼了命的时候，可千万不要落到三恶道，他肯定还得要故意堕几回，故意造点恶业过去。为什么？因为还得背到那儿去堕。你哪一道不去堕一回，那就不圆满。六道在十法界之中，你六道不圆满，你十法界也不圆满，你怎么叫做九界同归呢？啊，所以这就是威神力不是修炼成就的，就真是跟孙悟空在那个炼丹炉里面三昧真火就这么烧出来了啊。第三个最主要是什么？就是因缘锁定威神力，这设的局就这么再给大家。这个因缘就是什么呀？就是愿力。所以这里讲到本愿力、满足愿、明了，都是愿。什么叫做本愿呢？四十八愿是根本之愿，因地发的愿，所以叫做本愿。啊，由于这个威神力让大家闻者、听者、行者能够证这个三法忍，都是由于他的本愿力。由四十八愿的根本愿让众生获得这三种法忍。最重要的这个根本愿，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第十八核心本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怎么得这三种法忍，对不对？你得得生净土才能得生法忍，就是你得生才能得人，你生不到净土你怎么得这法忍？那怎么生呀？就第十八愿十念往生愿摄受无妄，这也是说本愿力故啊。所以这个我们理解是从总和别两条来进行理解，叫做本愿力故啊。那么满足愿故，这就不要说了，愿愿都能够满足，满足了他的愿力，也满足了众生的愿力啊，所以叫满足愿故。明了愿故什么呀？求之不虚嘛，每一条愿都不是虚设，一条一条摆在那儿，一条一条对接给你兑现啊。所以说坚固愿故是什么呢？就这个愿力已经把这个缘分给框死了，你想出这个界都出不了，已经凯定框死了，这个缘分坏不了，已经就在整个的法界打成一个金刚结，谁都坏不了，这叫做什么？坚固愿故啊。最后一个什么呀？究竟愿故，就是最终一定要成就不退，得无生法忍，所以叫究竟愿故啊。大家听这些不要听得觉得说默默的说，哎呀就这么一条灌过去，我们要体悟阿弥陀佛的这种慈悲和智慧啊。要知道这些本愿、满足、明了、坚固、究竟愿都跟我们息息相关，而且就是为我们所发啊。希望大家能早日这个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就让阿弥陀佛这个愿力、这个威神力、这个本愿乃至究竟愿呢能够兑现成功啊。好，今天呢时间关系，正好两段我们就灌到这里，下面一起合掌回向。好，请大家发心啊，为了一切众生同生西方净土中，请大家随文入观。闻法功德殊胜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愿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不退菩萨为伴侣。好，今天就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